你知道要怎样？对，哎，你都还没问我要剪哪一种哦。剪刀算要那种？都还像你这样子嘞，傻的。就怕呢。我还好，哪里家家强？我都还一直看你。拜托你是大哥哎，一直突然遇到良家妇女，还明明穿。还是不好看，你自欺欺就当上老大，你算是黑社会闯上街头。啊，你的歌还能不要白，歌还能不要白。我说不定其实我早就喜欢你了，但是我还没有发现啊。要剪这歌，你拢真难过。我也是你心目中第二德皇。为什么？我唱歌好听啊。说真的啦。我就知道唱歌好听啊。为什么是一个手指你当大哥啊？为什么？ 要小心自己了。还不当流氓好不好？怎样？开始搞黑暗吗？我搁会记得，拄到你的迄啊，我爱运气，就迄时阵就已经赢了。掌声鼓励一下！谢谢王静，我得要去看。 当人家的大哥就是要把所有事情扛起来。陈秋都大哥，还想我有什么了不起？我老命一条，今天就把它用掉。想在死之前跟小芬说一句对不起，我爱你。如果有一天我不要你了，真的不可以把我圈在台料料哦。Cheese。